一开始我是下都不想下，然后后来觉得很冷，特别是没穿鞋，没穿那个靴子嘛，然后一下水的话，发现水冷得不行，根本没法伸下去。现在冲了几个之后，慢慢就好起来了。其实好多事情就是得跨出去一步、两步，然后就其实就没事了。继续来啊！很多，你看这样的，你看这个看起来像什么？你看看，这像什么？什么？这还有毛。冲浪系列又终于回归了，久违了。我记得大概是二月十几号，还是一月，都忘了，我得查一下。我觉得至少是一个多月到两个月样子没有去冲浪了。要不然是非常冷，要不然下雨，下雨那是更多了啊，主要是下雨，这今年是特别奇怪，雨特别多，然后还有就是刮风，所以再加上这段时间好一点，又停顿了太久，有点懒惰了。然后前天老浪友啊问我，哎，星期天是不是去冲，然后我义无反顾的就说冲。对，就你看有一个浪友就是有这样的好处，就是相互会推动推动，督促督促。其实我已经准备好要再去冲，就天气一好啊，就肯定会去冲。但其实今天天气还蛮好的啊，但我没有马上想到这个礼拜要去，结果那个浪友一说啊，那就一拍即合了。之前的话就一般这种情况就拖了很久，就哎再拖一个星期也无所谓嘛，就这种感觉。今天是4月9号，星期天。然后今天的最高温度是68-69度吧，啊，然后好像显示是现在那边还是阴天，这边已经天晴，但是有点云，然后到12点钟才开始晴，就是没有云了。那不知道哈，待会我们去看一下。那么久没去了，久违的冲浪板好久没用了，我的那个中间也有个洞啊，还会进水，会漏水出来。估计今年要换板了。哎，上高速看到还是灰蒙蒙的，刚才我们出发前那还是天晴，现在灰蒙蒙。今天不塞车啊，很快，我们现在已经快到 Sunset Beach， 然后你看天还是蒙蒙的，都远处都看不见，灰蒙蒙的。待会儿看看那个浪怎么样啊？哇，雾蒙蒙，雾蒙蒙，能见度不是很高。拐弯，到了。太久没来了，好想念这里啊。多说明呢，不是很多人来咯。你看好多空的位置，我们停到那边吧，离那个海边更近一点。好，就停在这，待会收拾东西也方便。OK， 停下车了，我们换衣服，然后去看看，浪友还没到。有风啊，然后有点风，还有点微微的细雨，就是很微小的那个毛毛雨的飘着。先去看一下，先走去看一下，现在感觉有点凉。哇哦，感觉不是很妙啊。
哎呦，你看这个浪不怎么样啊，它的这个浪有点打退堂鼓的意思。这浪不行啊，也有在毛毛雨，有点毛毛的那种飘着水，还有风，有点冷，应该不行。我等一下马上打个电话给浪友胡晓，不知道他出来没有，然后我也把这个拍了刚才那个视频发给他看了，不知道他怎么样，他会不会再来。那我个人是有点想退了，因为浪没有浪基本上，然后天气到这边也不是很好，我估计待会晚一点也不会更好，可能还需要得等更好的时间吧。这今天真的不太行，我是打退堂鼓了。刚刚跟那个胡晓打了电话，跟他汇报了一下，他说那要不然就去 Huntington 吧。我觉得 Huntington 浪应该会好一点，但是这种时候估计也不好冲，因为那边如果好的话应该会挺大的浪，然后难度啊也比较大。不过来了就既然来了就去看一下吧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往 Huntington 走，待会在那边跟他看一下，还不确定下不下水。前面就是 Huntington 的那个 pier 了，你看，Huntington pier， 至少这边有一些浪嘛，但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去冲。因为 Huntington 那个 pier 下面的话，那个浪还挺大的，出去还挺难的，很累。狗滩那边还有简单一些。现在我们是在这个 Huntington 的旗街这里，那个哎呀，浪肯定是有，就是有点冷，还是真的有点怕那个被浪打了下去，在水里面难受。刚才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下去，穿上那个歪束之后感觉好了很多。然后另外一个乌龙就是，居然只带了一双这个一只这个鞋。所以没法穿了，也就更冷了。本来是这个可以防防寒的。OK， 马上出发，下去试一下看看。还是下来了，走吧。希望不要把我冻到发抖啊！冷是肯定冷，但是希望不要那么冷。有一点冷，哇，脚好冷！好久没有拍动哦，好冷啊！
我的脚都不敢放到水下面去，我就整个躺在板上面，这样不好休息。但还好现在那个浪很小，不会把我给打翻。我要休息，我只能这样休息。他的真的不好观察，他的不好看这个浪怎么样，是够不够大，还是怎么样？就是你平时坐在板上就很好观察，很好看，也不累。你看他们在喊，很冷，也是很冷的。前滑一点，坐下去。第一个算是抓到了，风浪小，但是还挺好的，没怎么卷过去。再来啊，错过了一个。下都不想下，然后后来觉得很冷，特别是没穿鞋，没穿那靴子嘛，然后一下水的话，发现水冷得不行，根本没法伸下去。现在冲了几个之后，慢慢就好起来了。其实好多事情就是得跨出去一步、两步，然后就其实就没事了。继续来啊。Thank you.
这看起来很小，一到这就很大，搞不好就拍死了。这样的，来，这个看着像什么？你看看，这像什么？还有草丛，草丛，你看这个好大一个，好大一个。什么？毛，洗一下看，不是海蜇吧？好多。